么猖狂啊？真是打磨点先。来了，你干嘛？还来？老公，你搞定这个，我也搞定这个，这样啊？嗯，好啊，是吧？还自动送上门来了，送上门了。你们就乖乖的束手就行，免得等一下受尽了必要之苦。就是必要之苦了是吧？对呀、是你现在可是法治的社会，你们识相的话，现在放下屠刀回头是岸。法你个毛线，小跟我们在这里谈什么法律，我们就是法律。对，你们就法律是吧、给你们机会你们还不珍惜了是吧？老公啊，把他们两个抓起来，500万就到手了。你们被我们撞破了还这么嚣张，就是你们掉钱眼里面去了吗？还有更嚣张的呢。嚣张，我等一下我让你们嚣张不起来。不跟他废话了，直接硬抓。走，你在哪我在哪。还来放开我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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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起来！有没有事啊你？没事没事，我打了，你们都有事。哎呀，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，不扎了，不扎了啊！我们走了啊！走，走哪里去啊？想走哪里去？回家，回家，我怕恐怕是回不去了。你那个渣，去哪了呢？就是他们两个太凶了。我对呀，去哪里？我们不抓你们了，不抓我们。但是现在我要抓你们，就是抓我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送你去一个好地方。什么好地方？管吃管住的地方。管住管住，吃牢饭了、懂不懂啊你啊？给我！不要不要啊！不要帮我！哎呀，绑谁呀？就是你们这两个人还夫妻作案，就是我看你们是活得不耐烦了。哎呀，错了，干这种事情过来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今天我们就没有抓到你，你没抓到我们就完事了吗？告诉你，哎，识相的把我们放了啊！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已经触犯了法律了。你们别想着逃走，我们改好不好？哎，对呀、改怎么个改呀、像你们现在这么猖狂，刚刚都给你们机会了，你们自己不珍惜，给你们机会改那是不可能的。你看这样，从今以后我们进本起手，啥也不干了。你要怎么？你们这种的话，我们能相信吗？能的，不要打我老公啊！那就打！不要打我老婆！不要打我老婆！现在给我们演夫妻情深，我们不知这一套，你们就等着吃牢饭吧！你们是不是像你们这种怎么办了，老婆？不留，不得败类！你们不知道害了多少家庭支离破碎、以泪洗脸呢？今天你们就要为你们的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！就是，哎，小姐姐，我上有老下有小啊！你现在想起来，你上有老下有小了。晚了，我告诉你，再说谁家不上有老下有小啊？你们要做这种伤天害理、危害社会的事情，今天你们好意思就到头了。我们也不废话，跟你多说了，我们把你送到派出所，让警察来处置你们。不要，不要了，走，我们就告